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柯佳如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七月二十九高低拜市的观点地方新闻。每到六天八月火灾，甲呾全乡区内底火已经拍花去啊，不过抗议民众愤慨的情绪也阁继续燃烧。民众唔但愿离开乡区，同时嘛已经做好长期抗争的准备。现代塑集团的高层冒出面来道歉，不过抗议民众也是非常不满。要求台塑高层应该爱亲身来到当地关心慰问，听看卖当地居民的诉求，提出诚意来解决问题。未了六天爆发火灾第五天，虽然油厂的火已经无得烧，不过抗议民众也是继续守在厂区。虽然咱台塑高层有出面向社会道歉，不过抗议民众也是非常的不满。哎呀，你道歉因为你无接受，无接受，阿边就来查问八时后。别是讲啊，要查明几下历史讲吼，我都无接受啦，几历史都记住你个呀，伊拢唔敢出来啊。抗议民众指出，台塑高层人员并无到现场了解实际状况，感受民众所感受的污染。伊希望台塑提出诚意协调，抗议行动也继续一直到台塑给伊一个答案。因为咱这回抗争的诉求吼，是因为伊咧爆炸的部分吼，咱是全面性的，唔是讲伊家伫电视甲咱讲道歉。吼、哦，爱就当解决问题。吼、哦，若要道歉，就爱落来吃。吼、哦，参加当地百姓，吼、哦，做伙来协调。啊，唔是讲吼，某咪倒一个政治人物，吼、哦，啊，都互伊带去梳头梳梳，爱就无代志。因为咱即届是全面性的，拢无头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无人啥物人做主，啊，嘛无啥人梳头，啊，是大家共同吼，要来捍卫咱即个家园。啊，伊若无动作，阮就是继续伫遮坐啊。吼、哦，阮就逐工嘛拢伫乐清街门口，吼、哦，啊欢迎咱全分乡关的所有吼的百姓会当共同站出来。抗议民众表示，台塑六井自从设厂以来，长期所发生的感染事件，对地方真大影响。现在真侪污染问题也未解决，所以有关六井六期的计划，伊是绝对无同意。道歉是袂通啦，伊带咱遮甲咱污染哦啊！哦，骗三四支的去咯，啊，我要搁做五支的，啊，搁咧爆炸人啦，要有可能搁答应哦，去做落去。进前回馈，你讲讲要回馈哦，地方拢无影回馈哦，一家头人去啊。数据着叫主管来，空气污染啊，环保啊，甲恁做也好啊。五支一定袂使搁做落去，就算进前伊有人共做一二三四咯啦。啊，拢讲要回馈地，啊，讲环保做偌好是无影啦。为着要向六井讨回公道，抗议民众也成立自救会，设立签名新闻布条来表达因的心声。现场要民众准备好鼎灶，要做长期抗争。无论如何，即个一定要讨一个公道。记者李嘉山，彰报道。